狠狠一巴掌打得如意委屈掉眼泪，让剧迷大骂这真的是史上最渣乾隆。在全新一集《如懿传》里，乾隆和如懿的夫妻关系降到冰点。臣妾自知不足，就先回宫闭门思过。皇后，既然你要静心思过，养着孩子必会分心，你性子别扭，如何养得好孩子？不止剧迷入戏，就连饰演乾隆的霍建华在之前受访时也曾表示，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如懿，还脱稿演出，泪崩不止。那我一去演，我整个崩溃了，因为我一直哭着说，因为我不，其实不应该的，因为你是皇帝。我哭着说，因为我想着这九个月，这一路上对这个女人的亏欠。演得太入戏，霍建华下戏后继续痛哭，久久不能回复。《如懿传》热播至今，剧情评价由黑翻红。前阵子刚播完的《延禧攻略》，两部戏的时空背景相似，其中剧里的两位乾隆就特别被拿出来超级比一比。对于给你这份荣耀的男人，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一个是对魏璎珞深情呵护，另一个却是对如懿动手吵架。而随着《如懿传》剧情即将进入尾声，这个黑化乾隆和女主角如懿的关系究竟会怎样发展，也就格外的引起剧迷关注了。记者万少安报道。